我也要来上课。有一枚水包一笔的分析，人人是五分之一，人字字完好顺序哦。其中有一枚两面都是字，字字的几率是五分之一。你一定是想玩麦克风。而人字的几率五分之三，很简单，你就分高一高二高三，你就解决这种题目了。是麦克风大师。来开始哦，椅子打开是人。放下高铁打开是人哦，你可以放下椅子。想打开是人，请告诉我，这三种情况下只有谁可能打开是人？什么打开是人？这三种不会都有机会哦。丢硬币。原来是在丢硬币的部分。那你取到人人几率是五分之一？